放啊，小心小孩呀，小心小小心小小心小吃汤圆呐、啊、吃汤圆吃汤圆呐、啊、吃汤圆一元一个一元的时候就一个人哦，现在是元宵节对不对，所以元宵节我要送你一个汤圆的好游戏，谁要帮我拿一个小汤匙呢，好，来嘉轩第一个举手去拿，快点，我要捞汤圆哦，快点，他要跑的，好，一个人拎一个小汤圆，老师说一元，你一个人，等一下，那如果等一下说两元，来拿那个绿的哈，如果我说两元呢，两元两个手牵手才算数，手牵手，然后蹲下来，好，没有找到人的我就要去抓汤圆。回来，小朋友，
点，你现在是小公主，你先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好，等一下被他指到的人，你看啊，那个脚就松松的，不能选他，要选很高的哦。比如说在这里就这样，叮咚，他就可以飞起来休息了，继续飞。好，然后我们看谁最先选到，谁还在地上变成忍者龟哦，嚯嚯，看一下喽，还没啊，我给你音乐啊，好，可以选人了。
哦。